据 Semantic Manager 数据块范围搜索，搜索不等于的数据，返回数组下标及数据，搜索下标二到四长度为三，当条件不等于零，搜索到得到下标二及下标二数据。内存范围搜索大量应用在 PLC 控制领域，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做不到的，加油，么么哒。